起来，欢迎李谷君老师。谢谢李谷君。好看，有点放飞自我的感觉。仙女下光啊！谢谢。嗨，本来想好好看个晚会，结果被猝不及防喂了满嘴的狗粮。近日关于黄晓明 baby 的离婚谣言也是愈演愈烈，一个被传出夜店会美女，一个又和小鲜肉海上冲浪被偷拍，坊间一度传言两人早已离婚，然而事实尚未定论。近日两人合体登上某晚会，对比以往的亲密同拍，此次的两人之间不仅隔了一排，还是一前一后，发出的通告都是一水儿的零互动，对比同样夫妻的邓超孙俪，差别不是一般的大。然而有现场网友发出视频，在 baby 上台的同时，台下的黄晓明暗戳戳撒起了狗粮，一面盯着妻子，一面拿手机偷拍，完全就是一副深情迷弟的模样。如今外界传闻一直不断，如今看来或许真的是传言有误呢。但是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更伟大，就是当然 是吧我老婆生孩子就我都想替她生，真的。太不容易了。老婆，我回房间跟你说。想我吗？想，当然。我还想看看儿子呢，但我每次收工都太晚，都看不见。